大家好，我是米小贝，咱们三颗传言节目。我们今天的位置在红木街麦香街的口口，只有一个我上次说过了，特别有名的一个大盘鸡儿。而且这一块附近的好吃特别多，前面有一个白家油糕铺，后面有一个炸物油胡圈。我们今天一条龙给大家整上，我们一起去吃吃吧。那个肉刚炸出来的，正炸的酱米糕。哎，代名词。啊，这最好吃是不是？这啥馅的？啊，一个豆花，一个团子。可以。十二是吧？好，到了。有没有来一个？就一个馅是吧？葱花牛肉的。行，给你上两个。啊，拿一个吧，这是最豪华的那款吗？啊，还有更豪华的。要定制。这个是基础的。十块的，中等的，哦，生活都好了，想通了，来，这会儿还有没有啊？我一个人吃，要个小份就够了吧？立马带个单面，面要另外加，带着了啊。行，那就不另外要面了。特辣多辣？特辣，比麻辣还要辣。要个特辣的，特辣，特辣，那就特辣。太美了，我先咬一口饼。刚刚这个老板娘把我笑死了。我说十块就是最便宜的吗？他说以前有七块的，但疫情以后七块就没人要了。这为啥？都想开了，吃点好的。吃个大盘鸡儿，上次姐妹们想看小贝吃大盘鸡的扣一，然后兄弟们就说兄弟们不知所措。还有四个档位，这个是特辣的，贼麻贼辣。我吃第一口觉得挺辣，但这一份78确实挺便宜的，试试。没想到小份这么大，这小份够两个我来吃，然后一会儿一个人把它吃完了，啪啪打脸。肉很有活力，而且不柴。这个土豆有没有人特别喜欢吃大盘鸡里边的土豆的？贼面。你们喜欢吃脆土豆还是面土豆？我觉得这个特辣也完全可以啊，不会非常辣。鸡爪子。阿姨在这有蒜呗，不要馍馍子，没有馄饨吗？你没有馄饨，那没办法，你没有馄饨，给我来点馍馍子。就这样。啊，可以可以，哎，好这里，这桌子大的嘛，馄饨没这里。啊，可以，这太方便了。来，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这底下有面，你没想到吧？这个面把汤汁吸了，绝了。我再把面埋一会儿更吸味儿。上次咱们就吃过另外一家油胡圈，是不是？这个大牛肉饼没有，里面是葱花的牛肉馅，葱香味特别浓，然后牛肉还是比上次那个要稍微弱一点，都是同样的酥脆可口。就这两条街都有贼多好吃的，给你们教一个神仙吃法，把这个油饼的边边泡到这个大盘鸡儿的汤汁里。贼好吃，美不美？你好可爱呀、啊！上次那个也是10块钱吧，我感觉这个10块钱的肉比上次那个要稍微少一点，但是也还可以，挺香的。那个吃到最后一口都是肉，喂你们吃一口。新疆的小伙伴，这个是不是叫辣皮子？然后把洋葱叫皮牙子，是不是？所以西安这边的小吃啊、主食啊，受西域那边影响还是挺大的。哎，你们盲猜一下，这一份鸡是大概有多少？一斤有没有？生姜贼好吃，辣辣的，脆脆的。我说这没有什么大盘鸡了，我把它炸起来吃。哎，虽然女孩秀气。哎呀，谢谢。这是啥？啊，这就是那个我买的那个油糕吗？就在这放着呢。把人笑死呀！别看，这是饭后甜点。我猜肯定有人说，油糕赶紧吃油糕啊！油糕怎么还不吃？他们的面是属于不是那么光溜的，表面会有一点点疏松的孔，用来吸汤汁的，也有可能泡的时间长了比较软绵入味儿。我应该趁热乎吃一个油糕，这个带尖尖的是红豆的，把尖尖吃掉。
一点也不油腻，外面是很轻盈的一层酥皮，然后会抹了一点点糖霜，里面是这种红豆颗粒啊，我最喜欢这种红豆颗粒了。刚刚那个小姐姐买的是这个吗？这是油糕还是油饼还是柿子葡萄，分不清楚。应该是柿子胡塔，也是我们回坊这边特别有名的一个小吃。嗯，我觉得这种传统糕点也有传统糕点的魅力，就不能常吃，但偶尔吃一下，觉得找着了小时候的感觉。我强烈推荐能吃辣的姐妹过来点他们这个特辣，特别有味儿。下米饭是不是也挺好吃的？他们家还有米饭呢，我要加一碗米饭。我跟你说，这个汤汁浇这个米饭绝了。它这个就是真的很好，又有味道又不齁咸，你可以一吃再吃，越吃越香，越吃越香。是不是产生了什么迷惑行为？米饭救命！你一个人吃，香不香？好吃哎！你放着看，你一般都喜欢。我估计也吃不完，但是真好吃，一定要点这个特辣的，开胃啊！他们别的味道好不好我不知道，我是个重口味，特辣的我觉得就很好吃，油也不大也不咸。这种应该是什么？鸡锁骨。这是外地朋友啊。想象中的我们的回民街其实在后面南边那条北院门风情街，其实除了那条街以外，我们本地人把这一片所有的回民区域都叫回民街，这一片是我们本地人也会来吃的，所以下次我再跟你们说回民街有什么好吃的，可是我不敢说哎，万红旗的地方都是骗外地人的，不是那样子的啊。那条街上什么轰炸大鱿鱼、铁板鱿鱼、干妈妈洗各种鱿鱼，我们本地人也不吃。就这条街上，从油糕开始啊，这条街的戏就上演了。油糕往南走，就是一家大盘鸡；再往南走，就是甲午的油糊涮；再往南走，还有马乐的烤肉，还有什么马文的砂锅。然后一拐弯就是我们吃过那个大徐院，这家好吃真贼多，欢迎你们来西安。还算个戏精。这个鸡肉蘸在这个汤汁里，这种感觉特别爽，感觉特别诱人。你们来西安应该都是跟自己亲朋好友一起来的，对不对？要一块炸排鸡，把小贝刚刚买过的那几个都走一遍。马路烤肉是下午5点以后才开的啊，别的都是全天营业的，就是饭点来应该都会有。嗯，然后回民街在我的眼里，就这片区域啊，在我的眼里就是两纵两横，像这个红布街就是一横，然后大皮院是一横，然后两纵就是麦线街是一纵，洒金桥是一纵。哦，我好好哲理哦，背式哲理又出现了，吃都吃出总结了，升华了。看面略微有点少，没过瘾，还基本上饱了。你们要是觉得面少的话，还可以再加面，加份面是5块钱。我把这几根拆完，我就吃饱了。勺子也太大了，这勺子其实好像是人家的汤勺，我看旁边有小勺子，但我觉得那个浇汤肯定没有这个效率高。你一口能吃多少？我能吃多少吃多少吧。不下去了。哎呦，贼过瘾！我忽然想起来，这最近贼火的那个火龙果。这勺子大小刚刚好，以后给家里买一个。小贝吃饭专用勺。哎，问那个阿姨卖不卖勺？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剩下我会打包的。喜欢我阿姨要做一人三聊，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喜爱，敬大家一个冰峰啊，酸梅汤。阿姨，阿姨，哎，我跟这个勺子特别有眼缘，能不能卖我一个勺子？勺子卖不掉。卖一个呗，卖个。卖个卖个，那行吗？你看着腰，看着腰，看着腰。我不知道你这勺子多少钱，8块啊。行，那给你再加2块钱。你们一定要来西安吃夜市，西安的夜市真的超级好吃。西安也是一个网红四海融合度很高的城市，所以你在这里可以吃到重庆冒菜，可以吃到我们本地的长面炒饼，也可以吃到东北的酸辣鹅，还有好多我都没有点。下次挨个吃过去，特别有烟火气。
这七个大小伙子围着桌子吃夜市。我是不是你粉丝？不好意思，我也不乐意。什么不好意思的？好，好，谢谢。查清了吗？大家好，我是你们小妹，一个半文散扣传女子。今天带大家来二环底下找了一个贼有规模的野探探夜市，据说是晚上十点或者十二点，有时候开的晚一点，但是可以营业到早上凌晨的四五点钟。到底好不好吃？你去看看吧。Go go go！ 猫菜咋卖呢，老板？牛菜十六一斤。十六一斤，不管荤素吗？我来毛肚。毛肚，这是什么呀？鸡肚。还有鸡肚呢，这咋卖呢？还得一块钱一个。都搞几个？香菜。这个豆皮卷肉，你们肯定都很少吃过这种东西，很多冒菜店都没有这个吧？咱这夜市开了多长时间了？不知道，我来的时候就开了。那您在这儿待多长时间？七年。七年了。去年。对不起。烤苕皮，大宽片片苕皮，这一看就很正宗。搞一个，一个毛肚，一个鸡爪。老板有炒饼吗？搞一个炒饼，盖个蛋，盖三个。盖三颗蛋。夜市哪有胶纳骨呢？咦，这咋卖的胶纳骨？二一斤，哪个部位啊？猪的龙骨。我搞两块吧。好嘞。你根本不是你，你刚刚跟我唠嗑的时候没这么和善啊。必须，现在我必须这么和善的。哪人啊？东北的。东北哪儿啊？吉林长春的，25块6给25。好嘞，谢。必须得有面子。6毛钱的面子，谢谢您大哥。大哥可好玩了，我相机要是没开，他跟我说话就可逗。然后我相机一开了，保持了一副服务业从业者非常专业的一个职业礼貌的微笑。OK， 我们点了上齐了，点了份冒菜48块钱，其中是因为有肚，有那个小鸡的肚，然后有毛肚，可能有个20多吧，菜点了20多，我们觉得 OK， 然后点了份炒饼，西安夜市的灵魂，盖了3个蛋，哈、再搞了一个烤苕皮，这个是纯正风味。然后我很少见有东北的酱大骨在夜市里面出现，你们那夜市有卖酱大骨吗？第一次见。我也是，2个26。还可以啊，挺软和的，肉香，汁水四溢。好久没有吃骨头了。家里没吧？你们知道为什么这块夜市的摊贩规模这么大吗？今天还不是他们规模最大的时候，好多摊没出来。这附近夜场可多了，但是这个现在也是一个五湖四海融合度很高的城市，所以你在这里可以吃到重庆冒菜，可以吃到我们本地的长面炒饼，也可以吃到东北的酱大鹅，还可以吃到烤苕皮，是不是很绝？来来，这样的酱骨头你们能吃几个？还记得咱们那年的那个酱骨头自助吗？还吃了3锅。来吧，我的炒饼盖3个蛋。我不是3个蛋吗？这把3个蛋可以组合到一张啊。三个饼能摊成多大的面积？这蛋看着太诱人了。干香干香的。炒饼你们吃过没？西安夜市灵魂，炒饼炒面，炒饼炒饭炒西面，你们一定要来西安吃夜市，西安的夜市真的超级好吃。可香了，干香干香的。炒饼就是那个摊起来那个饼子，然后再切成丝儿，干一炒，然后孜然味很浓。我想起来那个特别好玩。有人说我一到夏天，浑身散发的都是孜然味儿。要么吃烤肉，要么吃炒面。马上不是高考了吗？有多少宝贝是因为看了小贝的视频，觉得西安好吃的好多，然后报志愿的时候想报西安的？西安欢迎你。大家考一个好成绩，考到大家理想的学校。好吃只是一方面。那就来，聊聊就过来了。小贝不干怎么吃饭，你偶尔也要就点饭。我饭，刚拿了。哦，这是，谢，他怎么还压上了？我居然有拿粉。这七个大小伙子围着桌子吃夜市。反正反正盯着冒菜盯好长时间了，是不是？快吃。来一口，这个是毛肚，就咱们平时吃的那个毛肚。哇哦，看着好香啊！
火候怎么样？脆脆嫩嫩的，不化汁，毛肚就没有不好吃的，只要火候煮得好。他们家这个好辣。哎，有吃过这个小鸡肚子的吗？很奇怪的这个口感，表面那个凸起的外汁，它像嚼牛肉那种感觉，很神奇，从来没有吃过，见识到了。哇，这小风吹的，吃个夜市可爽了。好着急。我先吃个原味的。听见了吗？酥酥的。外面那一层烤的焦焦的，酥的香香的脆脆的，这个丝毫不酥。我在重庆烧烤店里吃的小皮，风格不一样。我要裹一下这个汤汁，哇，这感觉也太香了吧！我开口了，等着我吃它。嗯，我原称我这一顿是我所有夜市里面最好吃的一顿之一。关键最近也好久没有吃夜市了，是吧？我觉得有时候吃夜市并不是说饿了非得要吃，好多时候你吃宵夜都是想找一个地方跟你的朋友下班了再去聊一聊唠一唠，放松放松，对不对？这个饭谁也不嫌谁，开开心心的一个晚上就过去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喜欢小不小不点赞，我们下期见。正大一个果汁，走。